这是山东一条菜籽油物理压榨精炼生产线。一、清理工段，菜籽通过提升机被送至清理去石机，清理后的菜籽被送至储料箱，然后通过提升机送往榨油工段。榨油工段有五台螺旋式榨油机，榨出的毛油随导油槽进入毛油过滤机，油饼油输送角膜直接装包。这个是毛油过滤机，可去除油中大杂。后方这两个罐体负责暂存菜籽毛油。三、物理精炼工段与化学精炼不同，这四个罐体并非脱酸、脱胶、脱酸。